好，那今天是我们这学期最后一堂课，很抱歉啊，因为呢要想要讲的东西呢，大概还是差一点点，没有办法跟你们讲完，不过今天我想就上到什么地方就算什么地方，反正如果说以后你们对这个还有兴趣呢，还有材料力学二可以修，那那个地方会讲的，这个把没讲东西大概都会把它补全的，这个高材了，材力二这个高材，现在改名叫材力二。好，那么上次提到说要解这种 statical indeterminate beam 的问题的话，大概当然积分是一个基本的方法，不过那个方法说坦白的真的是比较复杂比较麻烦。那通常来讲 statical indeterminate structure 来讲呢，我们一定要解出来它多出来的 reaction force 呢，剩下就是变成一个静定问题。静定问题呢，要求 diffraction、求 slope 等等，都可以用第九章的方法来求。所以我们在这章的目的，主要是要利用第九章所学到怎么样算 beam 的 slope and diffraction under loading 时候，那它利用这个变形量呢，加上 compatibility 来算出它的那个 redundance 的那个 reaction 出来。好，所以Superposition 方法是比较常用的方法来解这样问题，所以这个方法呢，跟以前那个 actual 跟 torsion 那个是完全同样的程序。有几个 indeterminates， how many indeterminates， 你就 select 几个 reaction 作为 redundant， 就把它多余的把它视为是以 unknown 的外力来做计算。好，第一个你选择可以选择那个 reaction force， 选择 reaction moment 都可以，看你那个方便。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就变成把它 reduce 到变成一个 primary structure。primary structure 就是一个静定结构。静定结构，我们就可以利用第九章的方法去计算 force displacement relation for slope and diffraction。如果你选择 moment 作为 redundant 的话，你要计算的是 slope； 你选择 reaction force 作为 redundant 的话，你要计算的是 diffraction。OK。第三个，再利用到这个 compatibility condition， 就是原题目如果那个地方是一个 constraint condition。那你就要把那个 constraint 条件呢放到这个地方来，就把这个 unknown reaction 的关系可以建立起来，加上平衡方程式，就可以去解这种 statical indeterminate beam 的问题。好，这个上次的目的也举个几个例子呢来说明过。所以大家在那边呢看到需要设 redundant 的时候，你就需要去很快可以找出因为这个 redundant 所产生的 slope 跟 diffraction。所以这边画着这六个图形。左边这三个 cantilever beam 在承受 concentrate load at endpoint， uniform load on the anti beam， 还有 moment at endpoint， 这几个 case 它这个端点地方的 slope 跟 diffraction， 这个 suppose 你们要已知，或是你们很快算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些东西会很常用，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最好能记下来，不能记下来很快可以算出来。另外对 simple beam 来讲一样， uniform loading on the anti beamConcentrate load apply on the center， 还有这个 moment at one point， 这个地方呢，它中心点的 diffraction 还有转角，那这两个题目对称关系，转角左右两边相同，这个题目不对称，转角呢
大家应该记得这个三，这边三分之一，这边六分之一，你只要记得这个数字就可以了，后面的东西呢给予配就可以了。 Otherwise， 如果说超出这六个 case 的范围，如果要你算，要你计算其他 deflection 的数目呢， either 视为是一个考试题目，或是我会给你表让你去查。 OK， 这六个我不提供表啊，应该你们要已知了啊。 OK， 其他的会提供表，或是就是要你们作为一个计算的题目。好，那上次我们讲过几个例题呢，说明过。那今天呢，这边还剩下两个例题呢，做一个再做进一步的说明。这是 10.5 跟 10.6 这两个题目啊。好，那这两个题目讲完呢，这张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啊。10.5。那这个呢是 fixed beam loading， 不是作用满，它只作用在一个 A 的范围里面，总长度是 L， 是 L， OK。 好，那这个题目呢，首先我们第一个看一看，这个是一个 how many degree of indeterminacy 的题目，几度超定定。理论上来讲，这边三个，这边三个 unknown reaction，只有三个平衡方程式，应该是三，对不对？超静力是三，可是因为不考虑水平 reaction 的关系，所以两边水平力都等于零，所以说只变成二，所以这边变成 reaction force， 还有 reaction force 垂直 reaction force， 还有两边 moment， 所以四个，可是只有两个平衡方程式可以用，所以这个是 two degree of indeterminacy 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要用 superposition 的方式来解呢，就要选择两个 redundant 来解。没问题，就可以做按照那方式来做。可是这个东西呢，这个题目就是说，它要利用一些已知条件的组合来去计算。啊，什么叫已知条件呢？它现在用到这样子一个，从表上，好，我们查到有这样子一个 case， 啊，从你们后面 appendix， 啊，如果有一个 concentrate low P 作用在这个地方，啊，上面这前面一个题目啊算过，如果离开这边是 A， 这边是 B 的话，那这个 L。那我就可以算出这个 case 来讲的话，它的啊 moment 这个 A 点这个 B 点 moment MA 就等于这个是 P， 这个是A 应该是 PA 啊 B 平方除上 L 平方 moment MB 就等于 P 这个是 A 平方 B。除上 L 平方，好，这个是表上或是从前一个例题算出来的结果。那善用这个结果解这个问题，怎么解？好，那我就有一个 uniform loading 作用在 from x 等于零到 A 的地方，那我就把它切割，我这边选一块出来，这块它的宽度是 dx 这个 q， 所以这个地方呢合力呢就视成为一个 q dx， 有一个 concentrate load。Loading 大小是 QDX， 作用在离开左边这个距离 X 的地方，作用在这个地方。好，因为这个 QDX 对 A 点跟对 B 点产生 moment 多少，就可以写出来了。这边就是 DMA， 因为这个 small loading 对 A 点 moment 就多少，就是从这里 P 呢就是 QDX， 它这里 A 呢就是这里的 X，B 呢就是这里的L 减 X， 所以就可以写成为 Q dx， 这个是 P， 好 ，A 是这个 X，B 是 L 减 X 的平方 ，PAB 平方除上 L 平方，同样道理 ，DMB 等于 PA 平方 BL 减 X 除上 L 平方，好，这两个。算是已知的条件，这个东西呢是由这个 small loading 作用在这个离开 A 点 X 的距离对 A 点跟 B 点所产生 moment 大小。那现在呢 loading 是 from X 等于0到 X 等于 A， 所以我们这个真正的 moment M 是不是等于积分 dM， 好，那等于积分这个是Q XL 减 X 的平方 DX 除上 L 平方，
它 loading zone 在哪里 ？From 零到 A， 所以只有零到 A 呢有 loading 作用，其他地方没有，所以就把零到 A 的一块一块这种一块一块这个小 loading， 把它 summation 起来，就是 A 点真正的 moment。所以这个积分展开以后，再一个一个积分带进去，最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果，等于是 QA 平方十二 L 平方，六个 L 平方减八个 AL 加上三个 A 平方，同样道理 ，MB 一样可以计算，等于积分零到 A 啊 ，dMB， 因为 loading 呢只有。from x 等于零到 x 等于 a， 所以积分范围是在这个地方。好，那等于出来结果呢是 q a 的三次方，这个是十二 l 四个 l 平方减去三个 a。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 m a 跟 m b 这个结果。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善用这两个已知的那个结果做这样子一个处理。利用一个简单积分就可以把 MA 跟 MB 计算出来了，就不需要利用前面那个东西用 compatibility 的方式来做，因为这个答案呢已经是存在的，如果说你知道这个答案的话，那剩下就可以用这个简单积分来处理了。同样道理，这个A 点跟 B 点 reaction force 呢一样，同样的方式呢可以来处理就对了。好，那这里面呢，因为这个 dRA due to 这个 qdx， 它出来结果是 q 乘上 l 减 x 的平方，这个是一个 b 平方乘上 l 加上 2x 就带了。这个东西你应该是有现成的结果，啊 ，l 的三次方，所以 RA 就等于一样积分 dRA 零到 a 有 loading， 出来结果就是。我随便就写一个出来好了 ，QA 除上 2L 三次方 ，2L 三次方减去这个 2A 平方 L 加上 A 的三次方，同样道理 ，RB 我就不再写了啊，就等于一样可以算出结果来。好，算出这些很复杂的结果，这个时候你如何确定你算的结果是对的？有没有一个可以 check 的机制？有。如果说你把这个 case， if a 等于 l， 等于说就变成这个题目呢，就变成为整个 beam 全部上面有一个 uniform loading q， 好，这个是 a 等于 l 的情形。如果你把这个条件带进去这个结果。看有什么条件，看一看有什么状况。好，带进去以后呢，你会得到 M A 等于 M B 等于十二分之一的 Q， 这个是 L 的三次平方。那这个时候呢 ，R A 会等于 R B 等于二分之一的 Q L， 对称的关系带进去呢，你把 A 等于 L 带进这个结果。带进这个结果一定是相等的，如果不相等表示你这里就算错了，相等的未必是对，不相等是一定错，一定错啊！这两个也是一样，带进去 A 等于 L 带进去，这两个出来结果，这个你应该已知，就是一定是 各一半二分之 QL， 这个可能你不知道。好，如果说这两个带进把这个条件带进去得不出这个结果来呢，最好重算一次，这个结果是已知结果，这个结果呢就是这个题目结果。你要把 a 等于 l 全部作用满的话，那出来如果得不到这个结果，表示你这边这个答案呢是有错的。那就可以利用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念，可以去 check 一下你这两个结果是否是正确。好，所以从这个题目呢，我们也看得出来说，它是利用一些已知现成的结果，利用这个现成的结果。把这个 loading 做这样子一个处理，把这个 loading qdx 装在这个地方，积分 from x 等于零到 a 积分下来的话，就可以去不需要经过这个前面这个比较复杂程序，就可以算出我们这个一个比较简单的积分呢，算出我们要的结果出来就是。如果今天这个题目给你的是 fix and beam，
好 ，loading 如果说是一个线性 loading， 作用在二分之 l 地方的话，可不可以利用这个结果来计算？一样可以。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一样，这里这个是 q dx， 可是这里 q 这个 q 不是 constant，q 等于什么东西 ？q 要等于什么？线性的关系，它是一个 q of x。这个关系呢，怎么写出来？你可以把这个关系写出来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带进去这个地方，带进这个地方来做积分。当然，这个比较繁杂一点的。积分时候呢，范围 x 等于零到二分之 l 积分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已知这个结果，可以解这个题目，可以解这个题目，甚至可以解一些抛物线 loading 题目都可以。只要你把 q function 写出来的话，带进这个积分就可以了。好，所以。利用这个现成结果可以解出不同的 distributed loading 的一个结果，只要你 Q 的 function 函数知道，一切可以解决。啊，当然解这个呢会比这个来的复杂，因为它积分是比较麻烦一点的，麻烦一点。好，进了最后一个题目啊，讲完以后呢再看看你们的有没有问题好了。10.6 好，这边这个题目呢是又稍微复杂一点点。一个 beam A B C， 这个是一个 overhanging beam， 长度 A B 跟 B C 相等是 L， 这个是 L， loading uniform loading Q from A to C 全部作用满。如果没有这个 cable 呢，这个是一个静定题目。那前面第九章算过，对不对？算过。好，现在呢加上这个 cable 以后。就变成一个 one degree of indeterminacy 的 structure， 一度超静定。好，现在如何计算这个题目？好，这个题目呢，大概所谓计算这种 statistical indeterminacy， 就是说只要解出它其中一个 unknown reaction 出来，就可以把它 reduce 到回去一个静定题目。静定题目你要算 stop 算 diffraction 呢，就可以用第九章的方法来解了。所以在这章里面呢，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如何解决这个多出来的 reaction， 解多两个出来，你只要解出两个，这个就 OK 了，剩下的变第九章的问题。好，那这个是一个一度超经典。所以第一个有没有现成的结果可以选择？好像没有，书上没有。所以这个东西呢，要不要用积分方法算？不要，建议你们不要。唯一剩下的选择就是用这个 superposition 的方式，就选择 redundant计算 force displacement， 选择 compatibility。 第一个，如果给你选，你会选择哪一个做 redundant？ RA 这里有几个 unknown reaction， RA RB 还有对这个 beam 来讲呢，还有一个 tension force T， 你会选择哪一个做 redundant 比较好解？如果说选择 RB 的话，那这个 beam 变成什么？变成是这样子咯，掉的一个杆在这里。那中间呢，这个变成是一个 RB， 然后有一个 uniform loading， 这样是一个东西。好，这个 loading 这样一个题目好不好解？这个不是一个 simple beam 吗？左边是 hinge support， 右边是 supported by cable， 因为 cable 也会变形。受力它会拉长，会拉长，所以这个 T 呢，你也要计算出来，跟 R 跟 B 有关系的，可以选择这个也可以做，没有问题。好，
选 RA 就不好做了，选 RB 可以。那书上呢，他不选择，他选择用 T 做 redundant， 选择 T 做 redundant 呢，它是变这样一个题目了。选择 T 主要是因为前面有一些计算过例子，它用来做选择，加上这样一个题目。好，所以他把原来这个题目把 T 这个 cable force 做 redundant， 就 release 掉这个 T 呢，就变成一个 primary structure。这个 primary structure 一定是一个静定结构，静定的，在 C 点地方 apply 一个 force T 上去 ，OK， 最后要在 C 点地方要利用这个 compatibility condition 去作为这个条件。好，那 C 点地方。这样作用上来，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 deflection 产生，会有一个 delta c。这样作用上来会有这样子一个 deflection 产生，会有一个 delta c。这个叫 delta c two， delta c one。好，那这个题目我们第九章里面算过，对不对？这个题目书上告诉说 ，CT 有一题要你们自己算。好，他把答案先写出来啊，利用这个答案。这个delta C1、delta C2 都可以算得出来，因为这个是一个静定量，只要用第九章的，你用 moment area 方法算也好，用其他方法算的话，算出 delta C1 跟 delta C2， 最后，好，所以题目选择这样子，第一个选择 T 做 redundant 这个第一步，第二步在这个 loading 跟 redundant loading 要计算它的 force displacement relation。好，我再强调一次，如果你选择 force 做 redundant， 你就计算 deflection。才能有这个融合条件，算 delta C1 due to uniform loading， delta C2 due to tension force T， 最后 compatibility 什么东西？ delta C1 加上 delta C2， 或者不是加上了，等于 delta C2， is that right？ 对不对？不对，有人摇头不对。如果这个题目给你的是一个前面那个题目是三个，如果这个是一个 rigid support， 这个地方 deflection 是零，那你这边拉下来多少，上去多少，两个相等。可是因为 T 这个地方是一个 cable， 它并不是一个什么东西，并不是一个 rigid support， 所以T 受到力呢，本身就会被拉长，所以要怎么样？这个下来要等于这个上，减掉这个是应该是这样，减掉这个被 T 被拉上去以后呢，它真正会有它的 deflection delta c， delta c 呢等于什么东西 ？T L 是 H over E A E C A C， 要利用这个条件呢，才是我们这个题目的 compatibility condition， 就是这个被拉下来的距离减去 T 被拉回去的距离，等于最后真正这个 cable 受了这个 tension force T 以后，它的本身的伸长量，本身伸长量就是跟 cable force T 有关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compatibility 的条件。所以这个题目最大不同的地方在这里，在这里。好，其他就是这个跟这个怎么解？解完这两个以后呢，这个东西是完全是跟 Q 有关系，所以这个已知。这个东西跟 T 有关系，所以这个。delta two 是一个 function of t， 那所以带进来呢，这个 equation 就只有一个 t 是 unknown 就可以去解它了。好，大家先看清楚整个解题的逻辑架构。好，剩下呢我们就算这两个，一个一个算出来。所以我想你们如果你们还回忆到第二章跟第三章呢，你可以感觉到。这个 compatibility 条件呢是千变万化，视题目而定。好，随便再说一个好了。如果今天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 continuous beam， 可是这个 support 呢，并没有直接支撑，这边有一个距离 delta 的话 ，loading 作用上去，那。如果说没有 loading， 这个东西不会碰到中间的 support， 可是有 loading， 它会产生 deflection。所以这边呢，如果我一样选择这个 B 做 redundant，
第一个，它的变形图就变成这样子。第二个变形图就变这样子。这个是 delta b 1，这个呢是 delta b 2。Comparative condition 是 delta b 1。好，不是等于 delta b 2，因为它这个东西呢，并不是，如果这个 support 是 rigid support， 两个上去多少，下来多少相等，它真正会产生一个 different delta， 等于什么东西？等于一个是减去 delta b 2。真正它最后产生的 deflection 是 delta， 所以这个呢才是这个题目的 comparative condition。也许你会问，哎，万一我这个 delta t 2减掉 delta t delta b 1呢？小于 delta 怎么办？如果小于 delta， 表示不会碰到，不会碰到 support， 不会碰到 support 呢，就是 delta b 2等于零，就是一个静定量而已，静定量而已，就这样那么简单。如果说这个减这个大于 delta 的话，大于 delta 的话，那表示它会碰到。会碰到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呢，就要用这个条件来去加入平衡方程式去解它。OK， 好，所以这些 compatibility 条件视题目而定，不同题目会有不同的 compatibility 条件。好，那么回来这个题目 ，delta C 1已知的解过，在这个前面第九章题目解过 delta C 1。掉了 C 1呢？前面解过这样一个题目，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是 L， 这个是 A， 那解出来 delta C 是等于 Q A 24个 EI A 加上 L， 那个是3个 A 平方加上 A L 减去 L 的三次方，这个是第九章其中一个例题的答案。那现在呢？这个题目是 set a 等 l 是带进去，就可以解出 delta c 1是等于 q l 的四次方，四倍的 e b i b 啊，这个是 beam 的 elastic modulus 跟它的 moment of inertia 啊，带进去就得了这个答案出来。好，也许你们问老师，我没有这个答案怎么办？没有这个答案自己算。我今天如果给你这个题目呢，你要给我算这个题目算一遍，算完带进这里就可以得到你的 T 答案出来了，好，程序这样子。那现在呢，书上偷鸡了，它是利用第九章的现成答案找出这个来，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它也偷鸡。好，第二个 delta C 2 delta C 2等于什么东西？等于两倍的 TL 三次方除上三倍的 EBIB， 怎么来的 ？From CT， 他说 CT 里面有一题要你们去计算，找出这个答案来。啊，这个怎么算？等一下我告诉你。再过来 ，delta C 三就等于就是刚刚真正生产量就是 TH over ECAC。好，把这三个结果带进这边来，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Q L 四次方，我先写出来一下啊，四倍的 E B I B 减去两倍的 T L 三次方，这个是三倍的 E B I B 等于 delta C 三 T H E A C A C。好，这个 compatibility condition 里面唯一 unknown is T in this equation， solve for T， T 就可以解出来， T 是等于三倍的 QL 四次方 ECAC 啊，这照抄了，反正这个我是照抄没解了。八倍 L 三次方 ECAC， 从这个地方到这里，我想难不倒你们，把 T group 在一起呢，解一解就可以解出来了。那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题目，就是选一个 redundant 变成两个 primary structure。再过来分别解接两个 primary structure 的 delta C 1 and delta C 2。 好，这个是第九章例题，这个是第十章的习题，而第九章的习题其中有一题答案出来。
好，那带进这个地方就得到这个结果来。有了 T 以后呢，剩下问题就可以解决了。那至于这个怎么解，那我这边呢，我用我的方法跟你们解一下，不太困难，很简单。好，你们知道我最喜欢用这个 quantity method 来解。好，对这个题目来讲，有一个 T 作用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先算 reaction force， 这里有一个 T， 有一个 2T， 对不对？很简单，先解出 reaction force 出来，然后画 moment diagram， moment diagram 是这样子，这样子，这个呢大小是 T 乘上 L， 好，就变成一个 conjugate beam， 这个 beam 呢承受 loading 是我们的 moment diagram。T L over E I 啊，这 E B I B 了 ，B 我的 subscript 我都懒得写了。好，变成 conjugate beam 有些条件 ，simple support 还是一个 simple support，fix and free end support 变成 fix and support，internal support 变成 internal hinge， 所以变成 A B C， 对不对 ？A B C， 好，所以。解这个 conjugate beam 这个题目，解出 C 点的 moment 就是对应 C 点的 deflection， 对不对 ？moment MC bar 等于原来的 delta C， 好，就解 MC bar。这个题目是静力题目嘛，应该都会解吧？好，就分两块好了，分两块来解它。第一块是这边。这个是 T L over E I， 这个是 L， 这里有一个 reaction R A 8，这里有一个 internal force， 这个叫什么？叫 V C V B 8好了 ，B 8，好，这块面积的这里，面积多少？总共 A 等于多少？是算这个很快 ，A 就等于二分之 L。乘上这个 T L over E I， 对不对？二分之一底乘高，作用在哪里？作用在距离这个地方三分之 L 的地方。这很简单，这边分配到三分之二，这边分配到三分之一，所以 V B 八等于什么东西？等于三分之二的这个是 T L 平方 over 2 E I。是不是等于是这个是 T L 平方 over 三个 E I， 这个就是这个拆开这个点它的 internal shear force 的大小，再把这个东西看到这边来，看到这边来，好，看到这边来，这边除了承受这个 loading 以外，这边呢还承受这样子一个 loading， 这个是 V B 八，这里一样，这个还是一样承受一个。这个是大小跟这块一样的，是 T L 平方 over 三倍 E I， 大小是一样的。OK， 距离这个地方是多少？是三分之二 L。好，现在要算是算这个地方的 M C 八等于多少？这个难不倒你们了。算 M C 八，你看 M C 八等于什么东西？等于是不是 V B 八？这个是 T L 平方三 E I。乘上 L， 对不对？再加上这个，加上这个 T L 平方三个 E I， 这个是面积嘛？乘上它的距离是三分之二 L。实际上，分母呢，分子呢都是 T L 的三次方，分子都是这个是 E I， 只要看小数，那个分数，这个三分之一，这个是九分之二，所以应该是三分之一加上九分之二。对不对啊？我看看啊，我有算出来，我看有没有算错啊？不敢保证啊，有没有算错？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吧？对不起，不是，就问这三 T L over E T L 平方 over。三个 E I， 二 E I，sorry， 我这边抄错了，这个 two E I 不是三 E I， 这个面积是 two E I， 难怪看的结果不对。
这个面积啦，这个面积 2EI， OK， 好，我常会算错了，希望你们不要学我啊。这个是三分之一，二个 SL 的三分之一，所以出来结果是不是等于这是三分之二？是不是这边这个结果？就这个结果，所以很简单，画两个图就可以把 concentrate load 装在 C 点上面的 diffraction 算出来了，难不难？不难吧 ？OK， 好，所以第十章讲到这里全部结束，后面两节不讲，后面两节不讲了。所以在这边呢，第十章我再重申一次，我们要利用第九章所学到如何去计算一个 statical determinate beam 承受 loading 情况底下它的 slope and diffraction， 这个第九章的很多方法，积分方法、 moment area 方法、 conjugate beam 方法，还有这个是 energy method 都可以用。第二个，第十章是解决这个 statical indeterminate beam， 好，主要是利用这个 superposition 的方法，选择其中一个或是两个，看你好几度超静定啊，作为 redundant， 把它视为一个外力，就把原来的那个 statical indeterminate beam 变成一个 statical determinant primary structure， 就分别解出原来 loading 以及这个 redundant 所产生对应那个某那个选择 redundant 那个点的 slope or diffraction。如果你选择 force 就是计算 diffraction， 选择 moment 做 redundant 就计算转角。OK， 第三个带入你这个 compatibility condition 里面去，就可以加上原来平衡方程式，就可以解决多余的 redundant 的大小出来。只要一度超静定解出一个 reaction 的话，剩下就变成就是一个静定题目，静定题目就可以用第九章方法来解了。那整个过程大概这样子。那这边要注意呢，就是compatibility condition 要好好去考虑如何去把这个条件放进去，选 redundant 选得好跟选得不好，计算的过程呢会，如果选得不好可能会计算很复杂，选得好可能计算过程很简单，就是尽量利用一些现成结果啊 simple beam canary beam 的现成结果去作为 superposition 的一个已知结果来带进去这个 compatibility condition 里面去。好，这个是第十章所讲的精神。好，那对于这个第十章部分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补充说明的？没有了，我就开始进入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要不要讲？要讲就要考啊。这样好了，跟你们讲一个简单的观念好了。第十章到底讲什么东西？这样好，我觉得说，过去几年教财力十一章好像到最后都讲不到了，总是觉得时间不够。我本来以为就是那个，虽然多上了半堂课一个礼拜，那从头到尾好像没有请过假的话，以为可以有时间讲到十一章，结果，我不晓得是我担心还是怎么样，我都讲得比较慢，怕你们听不懂，所以讲得比较慢。事实上好像你们感觉会不会太慢了？那这样来讲那边十一章还是没有机会讲到，这样好不好？如果说你们是往后还是想走固力组这个领域的同学，如果你们愿意在考完试以后，下礼拜考试嘛，考完试以后下隔一周愿意上这个课，可是我也不愿意一对一教你们了，如果有二十个人愿意上的话，有二十个人愿意上，好，二十个就好了，我不要全部都有兴趣，二十个人以上派一个代表来跟我约时间，我来跟你们把十一章讲完，好不好？不考试了。如果你们你们自己讨论一下，有二十个人愿意上，请一个代表来跟我约时间 ，OK， 把啊，下下礼拜上，下下礼拜，下下礼拜考完试以后，不是啊，下礼拜你们考试啊，不是吗？下下考完试以后再来上。还没，刚开始放暑假，第一个礼拜你们如果还在学校的话，反正这样了。如果你们愿意学，有二十个人愿意学，我就教，好吧？好，我还是把这章的精神内容跟你们讲一下，还有半个钟头时间了啊。所以这样来讲呢，等于考试的范围，第九章、第十章，这次大概最少了，只有两章而已了，应该很好准备吧？啊，很好准备啊。可是
有点风凉话了。第九章是的确比较难的。你们记不记得我一开学就跟你们讲过，材料力学这本课本里面比较难的是哪几章？第三章、第五章、第九章。第三五七九，第三章、第五章、第七章、第九章，对不对？学完以后，第三章 torsion， 第五章 stress in beam， 第七章 stress transformation， 第九章 slope and deflection of beam。对，三五七九这几章比较难的。很不幸呢，第一次考试难的是只有一章，第二次考试有五七两章，第三次考试呢只有一章。希望你们就要好好考了，难的只有一章。第十章你看，第十章真的并不难，只要你第九章学通了，第十章是很容易的，很容易的。好，十一章 Columns， 那我们第九章呢，谈到 beam 的问题。这个 beam 呢，就是一个直的一个 member。那我们那是横过来摆，对不对？它承受 loading 是 transverse loading， beam 呢是承受跟它轴向的这个方向垂直 loading， concentric load 也好， distributed 也好，这个 loading 都叫 transverse loading， 横向的 loading。它的 column 还是一个直的一个 member， 承受 loading 是。沿着 actual 方向，就是承受这样一个 loading， 承受这样一个 loading。好，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啊，这个 actual loading 不第二章不讲过了吗？好，那如果这个 loading 是 P， 对不对？它 stress 呢，是不是等于说就 P over A？ 好，然后呢，它 elongation delta 就等于 P L over E A， 这个你们都学过了。那这章为什么还要提这个东西？还提这东西？在第二章谈到是一个 perfect beam， 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梁，那个柱子，不会除了受压以外呢，不会产生其他的变形的问题的。那如果这个梁和这个 column 是一个长梁的话，受到这样一个 actual loading， 如果你这个梁还是一个 perfect beam， 仍然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计算它的 compression stress 还有 elongation， 没问题。可是如果说这个梁是一个长梁，可是它制造过程或是 loading 有点偏心，就难免会在第一个地方呢产生一个 secondary moment。 好，那我这边特别找了一把尺来，这一个尺很长，对不对？如果说我这样做下去，你承受压力会有什么情形？它会产生侧向的位移。这种位移如果太大的话，就会使这个梁产生断裂或是失去它的功能，这个 column 断裂或者功能，这种破坏叫做 buckling， 错取破坏。好，压坏这个的 compression failure， 这种如果说你让它产生下来以后呢，产生这样一个很大的变形，如果说这个 delta 是很大的话，那这个 beam、不是这个 column 就变成是一个破坏的情形，这种破坏叫做 buckling， 是另一种破坏的形态。那如何避免这个 column 产生 buckling 的问题，就是这章里面要谈到的内容。 loading 跟长度跟面积中间，在什么情况底下会产生 buckling， 什么情况不产生 buckling， 我们要计算出一个所谓的 critical load 出来。如果这个 column 在承受这个 critical load under， 当它 P 小于 critical load 呢， column 不会产生 buckling， 还会产生叫 compression failure 的情形。如果 loading 大于这个临界 loading 的话，它会产生 buckling load。 所以对 column 来讲，它承受 loading 最多最多不能大于它的 critical load， 否则它会产生 buckling， 这是这章里面要讲的内容。好，那怎么分析这个东西？好，那么先以一个简单的一个结构来做看看。好，现在我们假设有两个 beam， 一个 hinge support 在这个地方。当然了，如果光是这样来讲呢，它是不会平衡的。这边呢加上一个 torsional spring， 这个 torsional spring 呢，它 spring constant 是用 beta 表示 ，beta k beta r 表示。
这个 beta r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转角跟 moment 中间的一个线性关系。通常我们弹簧来讲的话，给你一个 k， 这个 k 呢就是什么东西 ？force 等于 k 乘上 delta。这个 torsional spring 呢，它是转角，它的 moment 等于 beta r 乘上转角 theta。好，这个是也是线性的关系。好，这个是一个 torsional， 一个是线性关系。好，那现在呢，如果我们这边加个 loading 给它。开始垂直状况的时候呢，这个 spring 不受力。那一旦压下来以后，如果还是维持一个完全 perfect 垂直状况呢，不会变形，只会压坏它。可是如果稍有一点点偏心呢，它就产生这样子一个变形。好，这边有一个角度 theta 去表示它。那一旦成 theta 呢，这个 spring 就产生转动了。转动以后呢，它会产生 moment 抵抗它。moment， 那这个 moment 如果我们画这个 free body 来看的话，用这个 free body 表示，loading 中 p 中在这里，当然这里面呢，你切这个 free body 力平衡，这里一样有一个 loading p， 可是呢这里就会增加一个 moment mb， 这个 mb 是因为这个弹簧旋转所产生出来的 moment， 这个 mb 是等于什么？等于beta k beta r 啊，用 r 乘上它转角，转角如果这个是 theta 呢，它这边转动角度就 two theta， 就是乘上 two theta， 就是这个 moment 大小。好，那如果还能维持平衡状况，我们这边列一个平衡方程式，以 moment 这个点为平衡，我们就可以列出这个平衡方程式出来，就是 mb， 就 mb 等于 two beta k， 对不对？那这个距离呢？这个距离就是我们的这个是 delta 就等于 of 这个是 sorry 这个是 l 这个 l 啊，这个是二分之 l 还是 l 二分之 l sorry 二分之 l 跟二分之 l 总长度 l， 那我们以这个点做平衡 ，p 乘上这个 delta 等于 mb， 好 ，p 乘上 delta。等于 mb， 好 ，p delta 等于什么东西 ？delta 就是这个距离，这个距离呢就是二分之 l， 我们还可以多考虑 small diffraction， 二分之 l 乘上这个 theta， 这个是 delta 等于 mb 用这边去 beta r 乘上 two theta， 同 theta， 好，所以我们这边呢就可以解出 p 出来，变成是这样，变成是两倍的 beta r。减去 p l over 2 theta 等于零，这个是我们的平衡方程式。好，怎么样解这个平衡方程式？它有两种 case， 有两个 solution。第一个 ，theta 等于零。如果 theta 等于零呢，这个平衡方程式 always satisfy 满足的。theta 等于零什么意思？这是一个 beam。没有产生车厢，不，这个 column 没有产生车厢位移，还是好好的垂直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理想状况，这个是不切实际的，不是，很难产生这样一个理想状况。第二种情形，如果说 theta 不等于零，就是 p 就要等于什么东西？等于这个四倍的 beta r 除上 l。好，那。如果说是 p 等于这个的时候呢，这个 equation satisfy for all theta。如果说 p 等于这个呢，是刮弧这个等于零，这个等于零呢，任 theta 等于任何值都可以满足这个 equation， 对不对？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公数有学没学过？如果说这个等于零。这个是任意 value 都可以的话，那表示说，这个 p 呢，就是一个代表，就是一个 critical 的 p。你 p 当你等于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带进去，做到这样也可以平衡，这样也可以平衡，这样也可以平衡，任何状况都可以平衡。那有了这个条件，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做一个分界。如果 p 小于这个，如果 p 小于 p critical 的时候呢，当你 loading 加下来会产生一点点 small diffraction， 还是可以维持平衡。loading 拿掉呢，它就弹回原来状况，垂直状况。OK， 当你 p
等于 P critical 的时候呢 ，loading 压下来，它会产生某一个西塔角度，可是任何西塔都可以平衡。loading 拿掉呢 ，loading 拿掉呢，它还是可以回来维持状况。那当 P 大于 P critical 的时候呢，表示说压下来以后，如果一旦产生这个横向位移，那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维持平衡状况，因为这个东西永远不会等于零，不等于零，那就会直接 collapse 下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这是一个failure 的状况。所以在这边这几个状况，如果 P 小于 P critical， 这个 structure 它是一个 stable 的 structure， 稳定状况。如果 P 等于 P critical， 这个状况呢是一个 neutral 的平衡 ，stable equilibriums。如果 T 大于 P critical 呢，这个是一个 unstable 的平衡。好，这个什么意思？好，当你 P 作用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很小的时候，两个情形产生，一个是还是维持垂直状况。一个呢，只是有一点点角度，可是可以维持平衡状况。loading 拿走，弹回来，这个是一个 stable equilibriums。如果 P 等于 P critical， 两种状况，一个就是维持垂直，西塔等于零，什么事情也没发生。OK， 你的我的，你的啊。另外一个，某一个角度西塔，还任何角度西塔都可以维持平衡，可是呢 ，loading 拿走，它还是回来原状况。好，所以它是一个 neutral， 任何位置都可以平衡。第三个 ，P 大于 P critical， 压下来以后呢，任何西塔都不能维持平衡状况，所以它只会整个 collapse 下来了。这个就是一个最糟糕的 unstable， 它只有什么？只有西塔等于零。你看这个 equation， 擦掉了啊，这个只有西塔等于零，这个平衡方程可以维持 ，otherwise 不能维持平衡。只要一旦产生这个lateral 的那个 deflection 的话，它就整个平衡方程就被破坏了。那我这个叫 unstable 平衡，它有可能平衡，西塔的一个平衡，这个可是非常不稳定。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类比这样情形，一个圆弧面，有个球在这个地方，在最低点，我们都知道它是平衡状况嘛。你轻推一下，它这边晃两下以后呢，会回到原来这个地方，这种叫做 stable equilibriums 稳定平衡。中间这状况相当于什么？是一个在水平面上面，这里平衡，你推它一下，它滚到这边来，就可以在这边平衡；再推一下，滚到这边来，就任何位置就可以都可以平衡。这个叫随机平衡的，知道吧？好，第三个状况是这个，这样一个状况，凸上来的，在最高点这个地方呢，摆得好好的时候呢，它可以平衡在这里，可以平衡。可是，一旦推动它一下呢，它就掉下去了，就没有办法回来原来位置，这种叫 unstable equilibrium， 所以这个叫 stable equilibriums， 这个 neutral equilibrium， 这个是一个 unstable equilibriums。在我们这个状况，以 P 来做分界 ，P 小于这个 structure 是一个 stable equilibriums， 等于这个是一个 critical， 就是一个 neutral equilibriums， 大于这个它就是一个 unstable 的 equilibriums， 这个是以这个图来做一个解释。好。真正我们算了两个时候呢，它不是这样的情形。好，两个时候呢，就是它会产生 deflection。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做一个分界点，把这个图画出来一下的话，它就变成有这样一个情形啊。好，垂直轴是 P， 横轴是西塔。当 P 等于 P critical 带进这里，刮弧就等于零，这个等于零呢，不管西塔等于多少，任何西塔都等于零，所以这两条线都是我们这个平衡方程式的答案。垂直线是西塔等于零，水平线是这个刮弧等于零。OK， 好，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段 P 小于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 stable equilibriums， 好，大于这个东西是一个 unstable。在这个线上面，这个是一个 neutral 平衡。那这个点 B 点，这个
B 点，称之为 bifurcation point。分歧点 ，B 点，这个也是 critical point。当你 P 最好是小于 critical， 在这个情况底下的话，一定是可以达成平衡状况。就算有一点 deflection 呢，它会马上这边滚动一下呢，它马上你 loading 拿那个外界力量拿掉呢，它还是可以维持原来平衡状况。这个就不行了，这个不行。那这个 B 点呢，在这个位置啊，这里。所以平衡条件 ，A 的垂直线。或是水平线，这两个都是这个平衡方程式的答案。OK， 好，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弹簧了。那我们回到真正量来讲，我们这个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好，看能不能有时间把这个基本方程式导完了。好，对于一个 beam 来讲，11.3 column with pinned end。Loading 加在这里，它有可能会产生 deflection， 但它不会像 beam 那样两个 rigid rotation 的产生这样一个 deflection。那中心点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当然是最大的，我们这个叫做用 V 来表示它啊，用 V 表示它。好，如果我们现在拆开下面这地方做一个 free body 来看，做 free body 来看，垂直线在这里，这个梁呢已经变成这个形状，那这里有一个 P 作用，这里有一个 P 作用。同时这里会有一个 moment M 产生，好，要抵抗这个 P 乘上这个 delta 的距离，这个 V。 好，那么根据平衡方程式，根据平衡方程式，平衡方程式呢就是M 等于负的 P 乘上 V， 好，应该是 M 加上 PV 等于零嘛，等于负的反，这应该是这样，反 PM 是反过来就对了，是说反方向的 moment 就对了。好，这个是 moment 跟这个 P 跟 deflection 的关系。V 如果完全垂直都等于零，就是一个 perfect 条件。那在这边，等一下我们会算出一个 P 出来，到底 P 在什么情况底下会使到这个 column 是一个 stable？Equilibrium， 什么情况它是 neutral， 什么情况 unstable， 我们要算这个东西，我们找出这个 P critical 出来，好，这是我们这个重要的条件。好，现在刚刚我们是利用一个 torsional spring， 它的转角跟这个 spring constant 是一个线性关系。现在我们这个 V 的什么东西，就是这个相当是一个 beam， 你横过来看是一个 beam 的 deflection 的问题。好 ，beam 的 deflection 跟什么东西有关系？跟我们前面的 moment 有关系。所以，我们利用这个 moment curvature equation 加上这个 small deflection， 得到这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E I V double pi 等于 m。这个就是我们第九章用到的 deflection of beam 的一个 equation。现在我们把 moment 用这个带进去，好，所以变成是 E I V double pi m 等于负 p， 所以变成移过来，变成加上 p v 等于零。所以 M 等于 PV， 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呢，原来是一个 homogeneous differential equation， 就变成是一个非，不是，应该还是 homogeneous， 这边是零啊。原来是只有 V double pi 等于零，现在呢变成是 V double pi 加上 V， 变成这样是一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这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当然比较复杂一点点，可是还是很好解。这个标准答案就是 sin 跟 cos 的函数。那所以这里变成这样一个结果。那如果说现在我们把这个前面的系数用 k 平方表示，如果我们设一个 set k 平方等于 p over ei 的话，我们这个 equation 就可以写成为等于 v double pi 加上 kv 等于零。这个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 second or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的 general solution 就是 v。等于 c1 sin kx 加上 c2 cosine kx，
这个是它的标准答案，它 general solution， 这个应该学过吧？这样方程式看过吧？好，看过吧？没有看过，不会吧？看过了啊，它的 general solution 是这个。好，这个 solution 出来以后呢，有两个系数 C1 C2 我们需要决定，决定两个系数我们就用 boundary condition。 好， boundary condition 就是 x 从这里算起， x 从这里算起，有什么 boundary condition 可以用，就是底下那个点跟上面的点它的横向位移是零，所以 boundary condition 要决定系数，通常我们来讲我们是需要用 boundary condition 嘛，利用 boundary condition v 零等于零， v at l 等于零，是不是我们这个题目的两个 boundary condition？ 好，首先我们先看 v 零等于零好了， v 等于零带进去呢，利用这个带进去变成零等于 c 1乘上零加上什么东西， c 2乘上一乘上 cosine 零是一嘛， cosine 零是一。好，这个零等于零加上 c 2，所以在这里就可以记到 c 2等于零的第一个系数，这个一定等于零。好，所以这项就没有了，没有这项，剩下这个，剩下这个呢，我们用第二个条件带进去，第二个条件就是 second condition， 就是 v at l 等于零。好，带进去就是零等于 c 1乘上什么东西，乘上 sin 的 k l， sin k l。 好，那 c 1等于多少，能确定吗？不行，一样两个条件。如果说 c 1乘 sin k l， k 是一个 case， 我们跟 p 有关系， k 是跟 p 有关系的啊。好，如果第一个 case a c 1等于零， c 1等于零 always 满足， c 1等于零变什么条件，变成 v 等于零。你看 c 2已经等于零了， c 2从这个条件呢必须要是零，如果 c 1也是零，表示 v 等于零， v 等于零在公数来讲是一个什么 trivial solution。在这个 physical problem 来讲， v 等于零代表什么 physical meaning， 什么意思啊？不变形，这是 beam 完完全垂直，完全不变形，所以 v 等于零，c 1等于零代表是 v 等于零代表完全不变形，这个是 one of the case。 可是这个答案呢是存在的，可是我们没兴趣，这个答案是第二章讲过的，对不对？这个你不要否定它，它有的。所谓 trivial solution 不代表是 trivial solution不代表是没有意义的，它是有意义。 trivial solution 很清楚看到 v 等于零代表 column 不变形，不变形就是一个 actual load beam， load column 就是它的 sigma 就等于 p over a elongation p l over e a。 回到第二章，这个在这个例题你们可以看到 trivial solution 不是没有意义， trivial solution 是有意义的，可是这个时候没兴趣，学过了，前面学过了。 OK， 好，第二种情形 c 1不等于零，会什么等于零？会使到这个 sin 的 k l 等于零。 sin k l 等于零有没有可能？当然有，有 sin k l 等于零， k l 是什么？是 n pi 的时候呢，它就会等于零了。所以当 k l 等于 n pi， n 等于零一二三，带进去就可以了。好，所以这个也是满足这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的一个可能性的答案。好，那我们看 k 等于什么东西？ k 呢就是我们这边吧， p k 就等于 k 平方就等于 p over ei， ei 是 constant， p 是我们要求的。 OK， 那现在呢这边如果说 k 等于零，代表什么东西？ p 等于零。第一个 k 等于零， p 等于零， p 等于零什么意思？也是一个 trivial solution， 对不对？可是这个 trivial solution 的物理意义是什么？是没有加 loading 的意思，不是没有意义啊，是有意义。 p 等于零是 loading， 没有加，没有加这个 beam 当然可以维持一个平衡状况，对不对？它是有意义，可是这个是也是没兴趣的，我们没兴趣这个答案。好，没兴趣就从一二三开始做了。当 n 等于一的时候呢，变成是 k l， 这等于什么东西？等于 pi k l 等于 pi， 变成是根号 p over ei
等于 pi over l， 两边平方，所以变成 p 呢就等于什么 pi 平方 ei 除上 l。 好， n 等于1会有这个答案， n 等于2什么答案？ n 等于2呢是 2pi， 2pi 变4了，所以它变成等于是4倍的 pi 平方 ei l， 这个 l sorry l 平方啊， l 平方等于4倍的 pcr for n 等于1。 OK， 好，所以后面就不用再算了，如果3呢是9倍，4是16倍了。好，算出这个 p， 这个什么意思？如果说算这个 p 呢，代表 p 带进去这个答案里面呢，会使得这个平衡方程式满足。平衡方程满足呢，可是这个时候你可以看看，这个时候 v 等于多少？如果说当你 p 等于这个东西，代表是 kl 等于 pi，kl 等于 pi 呢，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是，好，写这边来好了。好，代表答案是 v 就等于 c 1乘上 sin 的 kx，k 等于什么 ？pi over l， 所以等于是 c 1乘上 sin 的，sin 什么东西 ？k 等于 l x over l 乘上 pi， 这个答案对不对 ？x over pi。好，当你 x 等于二分之 l 的时候，这个是 v 等于什么东西？这是 c 1 x 等于二分之 l sin 二分之 pi， 二分之 l 等于一，所以等于 c 1。那换句话说呢，这个 c 呢，就是中心点最大 diffraction 这个 value， 这是我们这个 c 1， 这是我们这个 c 1。好，那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说，如果我们 p 等于这个 value 带进去，满足这个平衡方程式，带进这个答案里面去，算出来 c 1呢就是中心点 diffraction。 可是 c 1等于多少？ any value， 任何 c 1等于 any value， 这个方程式都可以，这个平衡方程式都可以满足。那换句话说什么？这个 p 呢就是我们的 critical value，作用这个 p 的 column 上面去，你变成这样形状可以平衡，变这个形状可以平衡，变这个形状也可以平衡。c 是任何 value 都可以使这个平衡方程式满足，所以这个 p 呢就是我们的要求的 critical value。p 小于这个 value， 这个 column 是在一个 stable 状况 ；p 大于这个 value 就是一个 unstable 状况。p 等于这个 value 就是一个 neutral equilibrium 状况，就跟刚刚那个情况是一模一样的。那它的变形图，当 n 等于1的时候，就是这个栏嘛。这个答案你画在变形图是这样子 ，n 等于2，画在变形图呢变这样一个形状，变这样一个形状 ，n 等于3。它的变形图就变这样形状，变这样形状。这边需要的是 critical p， 这个需要你变成这个形状呢，它的 critical value 变成等于四倍的。如果说以这个做 base 的话，变四倍的 pcr。如果你要变成这样形状呢，变九倍的 pcr。所以对一个 beam 来讲，最可能产生破坏情形是哪一个？会不会这个？会不会这个？这样东西很难，那这个东西最容易产生。如果你画成一个刚刚那个 v 对这个 p 对那个 v 的图的话 ，p 对 v 的图，在这个点 PCR 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 bifurcation point 出现在这里。同样道理，在四个 PCR 地方呢，四倍 PCR 地方呢，也会有这样一个 bifurcation point 的情形出现。不过你要让它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的话，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这个是非常困难，你要做的非常非常 perfect， 让它一变形就变这个形状才可以。有没有办法做到？可以。如果只要我在这个地方再加一个 support， lattice support 撑住它，不要让它做横向变形的话，可以让它达成这样。换句话说，如果你一个 column 过长，很长很长，它只能承受一个 PCR loading 以下的 loading 的话，我不希望它产生 buckling。 有一个可能，我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 lattice support 给它，不让它产生 first mode 的变形， force 它一定要产生，一定是 second mode 的变形。这个是 second mode 的 first mode。那这个时候呢，你的 critical loading 就可以增加四倍，可以增加四倍。好，我想
对于 column 这部分呢，我想就先抛砖引玉，先把这个议题丢出来，讲到这个地方。如果真的你们有兴趣要把这章学完的话，你们在这两个礼拜稍微商量一下，只要有20个同学愿意上课，要来哦。如果说好要来就来，守信用，那我就下下礼拜找个时间跟你们讲。好，那我们这个学期课程就到这里做一个结束。需不需要我再做整个学期的一个 review？ 我想我已经不断讲了很多次了。好，我想就不需要了，好不好？第九、第十章就是我们这个考试的重点。考试时间下个礼拜二，10:10到12:30，考试地点这个教室，还有201，跟原来一样。OK， 考试范围第9章、第10章，考试题目5题，2题是你们做过的习题，还有第9章、第10章习题，下礼拜二考试时间一并交，还是要延后？尊重你们意见，延后交还是当天交？啊？延后交有一个补救，如果考不好赶快做习题，考得好就不做了，对不对？好，给你们一个机会，延后一个礼拜交，礼拜一好了，下礼拜一下午5点钟之前交到实验室去，好不好？如果说你觉得考试考得好的，你可以不交，就省掉了。考试考不好，赶快抄也给我抄一份上来，最少有个加分。OK。抄两分，交两分一样分数。好，我想也感谢各位同学，这个学期呢还蛮捧场。我觉得这个课堂出席率呢不是100%，可是，已经算我对算是满意了，算是满意。因为我知道你们很多同学不来上课，可以看我的那个上课的影带，有没有看过？有啊，跟课堂上一样吧，效果。啊 ，OK， 那。有点后悔，如果我当初不录这个录影呢，可能出席率会更高。有了这个录影，你们有恃无恐，回去可以看就对了。不过还好了，大概我算大概 roughly 看看，大概90%出席率是有了。